用麻油爆炒的石头火锅是梅森最爱的美食，放入满满的料，我们准备开动喽！太嘎好，哎嘿，梅森，今天带你们到新竹超人气的大湖口火锅城。一开始先选底料，放入洋葱、蒜头爆香，接着再放进你最爱的肉。梅森选的猪肉和鸡腿哦，经过大火的淬炼，香气不断的炸裂出来，最后再淋上高汤。再来，你们就可以开始疯狂不手软的拿你们爱吃的料了。吃火锅一定要和朋友一起吃，而且要点到整桌满满才有气氛。大湖口的肉都蛮新鲜的、哦、鸡、猪、牛、海鲜都非常的齐全，我整个吃到停不下来哦。而且还有很多种特色火锅料，放入满满的蛤蜊、鱼翅，汤头又更鲜甜。而且石头火锅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那个汤头，越煮越甜，越煮越好喝。大湖口虽然用的是麻油爆香哦，但汤头喝起来非常的温顺，麻油的味道不会太过重，非常的好入喉。这家大湖口是梅森的新竹爱店哦，推荐给你们喽。